虽然如果你要问我的真实想法，就是就算没断线，我觉得我们还是会输，因为我们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其实刚刚是有吵架的，你们知道吗？然后我们的那个坦克心态炸裂，他一直在那边疯狂骂捕尸，这样子。这不是碎碎念等级了，已经是叫人家妈妈去死的那一种。Things were a lot simpler when I was robbing banks with the Deadlock Gang. Safety's off. It's a cruel world. I'll never forgive us for what we did in Hanamura. Those people were criminals. So were we.Hi, Pastel. Hello, 早安。
哎，大哥，我家的奶妈呢？哦，好烦哦。到底刚那一波为什么没有奶到啊？刚超傻眼哎！安娜在我面前哎，不是我在她面前，她奶不到我，到底有什么毛病？哇！我真的只有我，其实有好几波都是和尚在奶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打得很痛苦啊。可是我们刚刚坦克血量没有很低啊，就觉得抽空来我一口应该是做得到的吧。按 X， 我按烂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这真的不用你那个，完全不用质疑，就是也不用质疑，也不是说质疑啊，就是不用担心我会忘记按 X。我只要残血，我一定按 X。我是按爆那一种，我是按到那个 I need healing， 按到那个系统会暂时把我禁言五秒的那一种。我基本上只要真的很残血，我会按到系统禁言我为止。对啊，这一点不用担心，我真的该按的都会按。奈何，而且我刚刚真的是说真的也是，大、啊，反正我觉得刚刚那边虽然我们安娜的锅了，刚那边没有守下来真的是有点尴尬哎、欸，老实讲，我跟我刚刚玩死神，我一定要跟着我们坦克上前。啊、不过没关系啦，就守守看吧，也不是守守看，进攻看看。啊，打不进去就算了，反正今天输的场次还差这一场吗？对不对？不差这一场了，那输一输就算了。反正我觉得我玩这游戏就没那个没有那个运气呀，只能这样讲。谁叫我要坚持单排呢？对不对？如果我不坚持单排，应该会比较好，有好的体验，我觉得。
怎么没有人？哦，他们也推得太快了吧？大家讲是这样讲，什么半夜神仙比较多，然后周末妖魔鬼怪比较多，那怎么我这边是怎么对面都没有妖魔鬼怪啊？怎么神仙也都在对面？就是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我这边很少会有出现神仙的状况。大哥，哎、欸，我们原师为什么站着不动？我觉得我们原师断线了。哦，没有。对面我会有，只是我没感觉到啊。因为事实上就是我连输比较多啊，这个就没什么好讲。当然，就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啊，就是我比较烂，每一场输的游戏。共通点都是都有我嘛，对不对？这样讲也是有道理。好，我先认真玩了，一直没射到人。哦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原师在放推耶，我已经好几波没有看到他的踪影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。Someone needs to fill this saddle. Bona is all I have left. We can't move until the payload. You cannot escape me. 哦，他在质疑对面艾希是外挂啦，不是，人家就蓝线枪，他没有准到是外挂好吗？哦，有时间在那边质疑别人外挂，不如赶快认真打一打、啊。我想说奇怪，一直站着不动，到底在干嘛？他在打字质疑人家外挂。外挂，如果是外挂，我刚刚早就死三次了，你信不信？他有时间在那边打字，直言人家是外挂，不如多打几波。哦，难怪一直站着不动，这些人。哎。为什么我们的坦克换成钢球啦？啊，也不是不行啦，可是感觉你不太会破阵呢。啊，
啊！啊！至少他是看起来是想赢的啦，大概。哦，那个慈悲怎么一直牵着他？哇！救命！哎，没了没了，我看是要输了，各位。哦，好烦哦！哇哇，车哦车哦，要摸车哦，各位。这个原氏挂着大师，感觉真的很不大师。哦，终于。哎，真的，我好讨厌会战中打字的人哦。我们原氏一直在说，哎，对面艾希，你敢开你的个人生涯吗？然后还说他那个开出幻觉来了，这样子。哦，到底谁教你会战中在那边打字的、啊？哦，哦，啊！救命！好、哦，打得好累啊，打得好累，怎么可以那么难玩？哦，我要哭了。Overwatch 2的 PVE 什么时候出？你知道理论上三月的时候就该出了吗？可是他三月没有出，所以，就差不多那样，就没事了，不会出了。我们原氏哦，中国玩家真的是
哦，他真的好菜哦，他的号是买来的，是不是啊？救命！他有慈悲签，当然伤害高啊。然后他一直在那边跟人家吵，哎，你是不是 K 冠？你是不是 K 冠？然后他走位菜的要死。那个原氏真的很，我们家原氏真的是哦，话最多，也不也，如果认真玩游戏就不会这样了。他打什么？就是一直在说对面的那个艾希啊 ，Skywalker， 他一直说他是外挂，然后大家就在说他很烂啊，好，就是号是买来的、啊，他是真的蛮菜的，一直去送死，他不会回家的那种。至少推到，至少推到。换星星我就要换了，换死星。哎，我看今天也是没有那个啊，正常人的命啊，都是一些王八蛋菜鸡。救命啊！哦，我们原氏送爽没？能赢的局给他打到输。中国那边真的是很。怎么讲？他们游戏环境，他们的大市场，我觉得有白金要偷笑哎、欸。来给你们看看，他一直坚持人家是外挂，我们原氏一直坚持人家是外挂，超级烦，真的不是外挂，他就有慈悲在保他哦，蓝线慈悲，那当然，不蓝线的艾希刚当然伤害高啊，然后他走位又跟屎一样，给人家一直爆头，活该，哦，什么时候能不能来正常人队友？哦，大哥，要不要奶？奶一口啊！完蛋！
啊，救命啊！啊！我避免这个元素，我受不了，超烂。能不能来个正常人啊？能不能来个正常人会玩游戏的啊？能不能啊？我觉得你要质疑人家开挂也不是不行，真的不是不行。你不能在会战中突然站着不动，然后一直在打字。然后我们大部分会战一直都在四打五，到底在干嘛？你可以趁死掉的时候打字啊，都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受够这些人呢、欸？不是，我不是说你不能质疑人家外挂，虽然我真的觉得 Skywalker 没有开外挂，他就是有一个专门的慈悲在保他，然后大部分时间牵他蓝线，废话，他伤害当然高啊。然后那个原始走位又跟菜鸡一样，直直飞到人家面前，那当然一直被爆头啊。哦，天哪，来个正常人好不好？请问主播跳 popping 了吗？下次一定。下次一定，下次真的一定。今天战绩怎么样？很不好啊。我基本上这几天都在连输啊。然后要么被人家实力碾压，真的就是那种实力差太多的那个，很明显就是大家怎么换角怎么样打配合也打不赢，因为人家就是至少高我们，应该是宗师团啊那一场，然后这一场是今天有一场是这样子，然后接下来怪人吧，怪人居多。其实今天打下来的正常人比较多啦，昨天的正常人比较几乎是没有，今天正常人蛮，今天还行啊，今天还行啊，今天就是有的时候阵容搭配不够好，然后不然就是有时候一些关键会战就不知道为什么奶妈都不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其实我自认为我蛮保后排的，有刺客我一定换托比昂或是牛仔去保啊。我绝对不会让我们家奶妈被抓烂，但有的时候关键会战奶妈就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不然就是遇到玻璃心的国人啊，打不赢就说人家外挂，然后在那边跟人家吵架的，像我刚刚上一场就是这样。那个原始有大师挑战者，我是不信啊，那个。菜到不行，而且对面艾希炮说真的也是炮烂，他没有慈悲签，我跟你讲，他今天精准度应该是伤那个击杀数应该是起不来啊。他的那个艾希准是建立在他不怕死，为什么？
就基本上慈悲都是牵着他，不是给他蓝线就是死牵着黄线，所以他可以很不用害怕我们的枪线，他就是可以一直露头，露比较凶。像我们一般玩艾希，我一般玩艾希，你没有口袋慈悲的玩法，其实就是跟一般玩狙击的玩法，你会找一个掩体，然后这样子，有没有这样子抽动？然后那个艾希基本上他就这样站着，他偶尔会左右，可他不用太找掩体，除非我玩半藏的时候，我玩半藏的时候才有看到他稍微找掩体。我玩托比昂或是牛仔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都是这样站着，为什么？因为后面有个慈悲一直这样子，这样子牵着他，那他当然可以比较容易扛枪线呢、啊。然后我觉得他的准是建立在这里啊，所以当我同样玩狙击角的时候，他就算蛮炮烂的、啊。所以你看我稍早玩半藏的时候，不是我们就打出去很多了吗？但后来因为那个对面换那个星星呢、啊，我觉得我一定要换死神，因为对面坦克是会玩的。对啊，然后我就不觉得人家是外挂、啊，可是我们家原氏呢，就是一直打输人家，然后就说人家是外挂，觉得很白痴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一个会玩的原氏，我觉得至少啦，不用大师，钻石的原氏都知道要这样玩，要这样子找人家死角，一直二段跳，一直二段跳，这样子有没有？例如说飞上去，然后就是一直在人家头上，人家死角打你打那个打那种狙击角，你是这样打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我们家原师是怎样吗？假如这个是艾希好了，他这样冲过去，然后这样 ，king， 然后再被爆头。这个说真的，白金原师都没有吧？我认真，我觉得一个合格的大师原师也不用合格啊，就是一个钻石原师都做得到这样。抓人家死角，只是做的好不好而已。然后他一直直直飞过去，然后给人家爆头，给人家杀，然后再说人家是外挂，超级白痴。而且他要质疑人家是外挂，那也就算了。假如我们今天是会战中，有没有上面十秒都还在赌哦？他就这样站着不动。这样子，这到底在干嘛？然后我们。有好几波会战，他就是少一个他。你已经够烂了，你还不帮我打架？对啊，抓死角的白金都有。对啊，然后他给我这样一直飞过去，然后到人家面前这样子开，人家是白痴吗？会对你反弹开？你直直飞过去，而且他最好笑，他连人家安娜还有慈悲都打不赢，他差点被人家慈悲打死。哦。所以我才说，能不能这游戏能不能来一点正常人？我真的玩得好辛苦哦。我很多朋友都劝我，不，要嘛就先不要排输出，如果排输出，至少要找一个认识的坦克或辅助。可是你知道我就是有个单排梦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想要靠单排，然后就是上分。我当然知道单排很累，尤其输出单排真的是一个。很吃力不讨好的游戏体验，我当然知道。可是，我就想要，我不想要被人家说抱大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想要我的分数真的是我可以拿出来讲说，哎、欸，这是我自己的分数。所以上一赛季我打到最高钻石一，其实蛮难过的啦，因为我差一步就可以上大师，可是我上不了，我就是卡在钻一、钻二、钻一、钻二。然后其实玩起来是蛮沮丧的，你知道钻一钻二一直在徘徊，然后不然就是直接掉到钻四，真的是很难过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爬上去。然后，这一赛季不是说积分会调整吗？排位会调整，然后不是说排位不会掉太多吗？你的排位不会下滑吗？如果你上一赛季是钻石，你这一赛季就还是钻石，对吧？可是我这一赛季掉到白金五，然后我现在白金一，你知道从白金五爬到白金一这一段有多痛苦吗？为什么啊？不是说不会掉分吗？为什么我直接从钻石掉到白金呢、啊？而且还是白金尾耶。然后有一些上个赛季才打20场的，
就是根本等于说没有在玩的。他们为什么可以？他们为什么可以上大师啊？他们上一赛季，我看到有一个最夸张的，他上一赛季最高是钻三哎，然后这一赛季直接把他拉到中五是怎样？这个爬分的那个集聚也太高了吧？然后我看那个斗争特工的社团也是很多人上一赛季可能才钻石啊，然后都被拉到大师去的，还有被拉到宗师去的，就我就看不懂，就到底为什么？哎，越讲越难过。请问那两个是被我这样烧死了吗？我觉得还蛮好笑的。啊！救命啊！哇，怎么一堆人来抓我啊？到底，好难过、哦。为什么那个莫伊拉有空来抓我？太夸张了吧！啊，哎，算了，我也守够久了，也没有到很久了。哎呦，手下来嘞！哦吼！不是，我们那个物子在搞啥、啊？哇！他怎么可以被少界塔电死啊？妈呀！救命啊！
哦，救命啊！哦，这场也是打得很痛苦哎，他们超多人来针对我是这样。不过安娜都有在奶我，其实蛮舒服的。哎，可惜啦，我觉得我要换角了，不能再玩狙击。换角咯，这个要玩什么好了？玩小妹好了。哇，奶妈是被抓掉了吗？哦，在后面，他们被卡在后面，好吧，不怪他。哎，我没有，我是被吸掉是不是啊？哇，大哥，有没有人要来帮我啊？救命啊！我丢去后面了，真的假的啊？不是，好，我丢去后面，这是我的锅。问题是我刚刚在后，我刚刚在车旁边，为什么都没有人来帮我啊？啊、oh, ！救命！他们到底被谁卡住啊？后面应该没那么多人吧？大部分都在我这里呢。一个地法可以把他们四个人卡在那，我是不信啊。Someone needs to fill this saddle. Safety's off. It's a cruel world out there. 啊，要怎么打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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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拦路猪。太辛苦了。等一下，怎么是双小补啊？救命啊！到底有没有概念啊？有时候高端场的阵容也不是能够照抄的呢。
4, 3, 2, 1. Attack commence. Capture objective. 完了。哦、oh! ，我真的是我，那个痦子都有看到我了，他也不愿意奶我。我想说他有看到我了，大哥，真的是。救命啊！刚刚原本有一波很好的机会的，那个痦子不啊！救命啊！能不能来一个正常人啊？哇！我真的会吐血！这玩这游戏脾气怎么可能会好啊？我刚站在这里，他看到我了，他看到我升7D，他不奶我。天哪！救命啊！哦，救命啊！啊！哦天哪，我快吐血了，我真的快吐血了。怎么可以那么能打？
能否。哦，救命！最近不是有致命活动？最近有一次就很妙，队里刚好有艾希跟兹米尔。你是希望可以有取消键吗？拉到瞬间可以取消，我也觉得应该要多一个取消啦，这样你就比较不会拉错吗？哦，救命啊！今天是怎样？连输 day 耶！我是不是其实不太适合玩这个游戏啊？因为我打竞技坚持单排，是不是单排就没有人权了、啊？是不是单排我只能有这样的体验呢、啊？打得好累啊！都，我也算蛮认真在玩的，应该给我一点回馈吧。这个连输真的有点夸张哎。其实我有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出拦路珠到底是为了什么，有没有高端玩家可以跟我解释一下，现在出拦路珠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撇除地形杀？地形杀我觉得拦路珠还是很有用。是现在出拦路珠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说有拳王，所以我要勾拳王吗？这样子吗？可是你勾到也杀不死啊，然后他。通常也逃了回去吧。我自己是觉得弄拳王我会出欧瑞莎啦。可我今天遇到好多拦路珠哦，像我刚刚的坦克也是拦路珠啊，他后来变星星的啦，就也是谢谢他换角啊。如果他早一点换角，我们会赢的。我就看不太懂现在。拦路珠就是会不会是不是我太低端，我没有 get 到出拦路珠的目的，
猪的用意是杀捕，那假设他都没有做到事情呢？尤其像对面有星星，那他现在有星星，现在以前的拦路猪我相信可以打星星，现在拦路猪打星星应该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吧？有看过打一枪拉过来再打一枪的？如果我们刚刚我们的猪是那样子的话，我们应该已经碾压了、啊。问题是不是啊？现在这个版本出猪根本是家里火烧。我今天真的遇到蛮多猪的，我觉得我快哭出来了。我觉得我今天真的玩了很久，然后我觉得我没有给到一点，我没有得到一点回馈感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好累哦，我觉得单排游戏好累哦。Someone needs to fill this cell. 我觉得单排怎么那么累？单排输出是一件这么不舒服的事情吗？ 5, 4, 3, 2, 1, 要不是遇到一些中国玻璃心，不然就是遇到那种只奶自己人的三排，不然就是遇到一个不会玩巴蒂斯特的，然后还选巴蒂斯特的人，然后问他为什么补458，他说我不会玩巴蒂斯特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拳王哦，拳王，我该出什么？我单排辅助和单排坦克都没有单排输出这么的难受。我知道单排真的很难上分，这是单排的原罪。我知道，问题是，我单排输出那个体验也太糟糕了吧。觉得我觉得我玩这个游戏，我也觉得我没有到很强啊。可是我觉得我的，例如说我玩射控，我觉得我的准度也算不俗啊，就是还行，还拿得上台面，不能说特别强，只能说还是可以玩游戏的。然后我觉得我的大局观当然不如宗师玩家，可是。也没有烂到说一连输吧，真的是我有时候就不懂啊，哎，现在只能专心玩了。